我是舞者任嘉伦，我不是天生的舞者，任何一个热爱舞蹈的平凡人都可以成为不凡的舞者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任嘉伦，很开心来到这儿，我来这儿是想找回以前的我自己。任由飞翔心灵国度，我的超凡力量，请记住我，任国超。是啊，其实我来这个舞台，其实我的目的非常的简单，我就想能留下尽可能多的一个舞蹈作品。让我们有请明星领队任嘉伦。你看一开始的潜质啊，圆螺形的，要加什么动作吗？哇！然后，耶！耶！吸起来之后，发现并没有什么用。男歌手发了一首歌叫做《浮云》，那个舞蹈跳完也会累成孙子的。敲响了就选我吗？的终止，选我。哎呦，我们可以边跳舞边演戏，你们想做什么就跟我说，我都满足你们，好吧？听你的。是我的菜，在还没有看到的时候我就要表态。什么感觉？哎呀，我觉得我到点了。到点了，下班了是吧？那我如果觉得好的，我也不会给你推荐。没事。哎呀，防不胜防。哎，快投票，快投票，快投票。翻嘛，我翻就是这，这是我的极限。但是我凡事看的都很淡，他如果成为我的对手的话，有他好看的。同时呢，如果以后有 battle 这个环节，我们出去 battle 朱正廷的 AC 和范范，好不好？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然后金姐说，这并不是我的王炸选手。其实我之前有特意的去搜他们的一些视频，他之前在网上看过非常多你们的那些视频，因为我也非常喜欢你们这个记录的方式。对，因为我之前看过非常多他们的一些资料，我很喜欢他们的舞蹈的创意，舞蹈的想法。靠，应该把自己擅长的放大一点，就是想要的太多了就会什么都得不到，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老天在后面给你安排了什么样的事情需要你去做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既然来了，我们就选择接受，一定自有老天的安排。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很多，自己也想明白了很多，把这经历当做自己的财富，其实是算是最重要的啊。人活着无非就是让你开心健康，是不是？千金难买你开心，只要你开心的话你就去做就好了。那不一定适合我的就一定适合你，没有，你喜欢你就选。失误就失误，这个都是成长的方式，应该经历。可能你过后有一个更大的舞台，可能更大的挑战，就因为有了这次失误，你吸取教训，那次你成了。哎，你能为了自己喜欢的女生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，我觉得也是给别人打了个样。我觉得无论哪一个舞者，他的天赋多高，他都要经历一段漫长的练习的过程。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会经历一些坎坷、平静，也可能经历伤病。但他如果有一颗热爱舞蹈的心，并且坚持到了最后的话，应该是值得每一个人分享。但是我这个小时候断过好几次了，这个时候然后没有接好。哦、对对对对。但你还是要多注意。其实整个全程还是让我非常揪心的，我就是十分的担心手上的那个伤，还是要多多注意这个伤势，因为。看你这样跳，虽然我们大家都很心疼你，发点是想让我认可的选手可以在后面的舞台上出现。那他们既然有这种领队选他，那我肯定是开心的。只不过不在我的队伍里，可能稍微少了那种接触的机会。如果你们可以考虑我的话，我这里是非常欢迎你。我可以补充一句啊，我之前在海外训练的时候，我担当的是队长和主舞。我只想说一句，我的舞队。非常需要你。我知道可能我们的这个舞种不是特别对路，但是你来我这儿，你就是一枝独秀。小黑啊，我从看到你第一眼啊，我就特别想跟你交朋友，我这边随时给你敞开大门。如果你想来我这儿和我一起展现一个非常漂亮的舞蹈大秀，我随时欢迎你。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。谢谢。郑婷和丫丫姐那边占的优势比较大，但是我这儿呢也是没有古典舞的，只要你来这儿，我不会选任何人。我们私底下也可以成为兄弟，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。我
我反而很支持，我这儿会给你一个名额，无论你选哪一个领队也好，我只是想看到一个热爱跳舞的你继续在这个台上留下来给大家表演，真的欢迎你。我一直默默没说话是因为我觉得你会先优先选这边，但我会默默支持你，其实我也很想要啊，既然他们那儿都选了非常多你的竞争对手，那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这边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有几啊，我也属于那种啊一吃脸就胖的人，所以我们也可以交流一下这个怎么样可以吃了之后脸不胖。这多多的关注这边有一位领队叫做任嘉伦，他也跳了很多年街舞，其实我们可以配合非常不错的。任嘉伦战队邀请你们。对，很兴奋，我生怕就是我如果少说一句他们就被别人抢走了。我们合在一起之后可能就不是100%的力量，可能是200、300、1000。我感觉是不是其他的领队不用说话了。哎，你们想选我吗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你，我喜欢你身上的很多东西，我是不想让这个舞台失去你，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你耿子。我们想加入任嘉伦老师的战队。选择的是嘉伦老师。我很感谢嘉伦老师，其实这次没有准备，我也选择你嘉伦老师。双人舞不回来，我就把这个名额留给他们，我以后就7个名额走后面的路。我觉得李蒙博、李悦真的是值得被复活，他们身上的潜能非常大，他们的能量非常大，在舞台上李蒙博、李悦是无法被替代的。那还是挺想给年轻人一个机会，有极力争取提拔兄弟，他们回来了，这个是我今天晚上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我一直跟舞队的每一个人说，我不要在乎这个结果是怎么样，只要观众喜欢你们，你们就是赢了。只要大家展现出自己应该有的一个状态，展现好自己的表演，这就够了。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可以成为我心目中这样的我们的选手加油。真的太幸运，选我来到了我的舞队，真的太幸运了。我刚去的24小时一直牵动我心。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，之后才会有迷人。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。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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